我想吃奶油饼。哎嘿嘿，我想说我今天我要吃奶油饼，带他来大稻埕，我要吃奶油，希望他开心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这家是哪一家？永乐，永乐车轮饼，欢迎听，好多好吃的东西，最喜欢逛老街，看好多的。不苦倒味啊，慢慢的香菜好好吃哦，好幸福哦。王世杰好大颗哦，有嚼劲。嗯，我终于吃到肉了。它是只有肉的吗？还是有包菜？它是包韭菜，应该是酸菜。真的？还有洋葱吧，菜很香哎，不是榨菜的样子，但我不知道是包什么菜，很香，但有洋葱，很甜。突然想说要加酱油膏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它整颗不会感觉面皮很厚，因为它都很 Q 弹，我一直觉得好像在吃面粉。外面是全都好好吃哦，看起来很大颗，很大颗，加25块，来的话一定会再买。嗯，很适合当早餐，好好吃啊。嗯。它有个牛肉味道，甜甜的，好喜欢牛肉味道。嗯，是的，我喜欢呢。这叶子瓜是什么？月桂吗？月桂叶，月桂叶，月桂。你讲一次。月桂叶，那我讲不出来。那你讲南港展览馆。我不要月桂叶啦，它应该感觉是有加月桂叶，然后就很香。居然一颗就饱了。他如果不加面的味道，我可以加多数分。那加香菜可以吗？那可以。香菜是不是香菜肉包，好吧，拜托。还行。求求你们，这个香菜肉包，我觉得蛮好。你不要去买那个，刚刚那个底会贵。嗯。然后请他把香菜加爆，你在外插在上面一起吃，那就超爽。我觉得他会让我加爆。那会。那还有什么生意？吃吗？吃冰吗？吃。闻到国外的袋子，就很像那个我们去韩国买那个棉被一样。啊，好可爱哦！日本人来这边买这种阿妈提袋。阿妈袋子。我刚刚看到有个美国人也背这种袋子，超酷，很适合我们。好了。好多乌鱼子啊，爽了吗？买了什么？我买了最想要喝的洛神果干。洛神水果茶。嗯，很好喝，酸酸甜甜的，很解腻。然后还买一个，这个是我们上次去吃那个酸菜鱼汤那个。对，很像哎。那感觉不错。然后这个是。什么葡萄玫瑰水？重点是它可以放在气泡饮里面。气泡水？气泡水里面。你又不爱喝气泡水？超酷的，我不爱喝啊。这个买太多包了，这什么？金银花降火气。哦，你也需要降药。因为卢老板很常惹我生气。对对。那应该是你买给我。对。一箱那种。你赶快去结账。我再买给你。好。你赶快去结账。赶快去结账。去抱一箱。
你在哪里？陈，我看一下我的爱情前十，怎么撕啊？啊，我怎么办？全部都撕下来。Hello， 虽有很多人追，但匆匆忙决定静下心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谁追你？啊，谁追你？讲话。谁追你？啊。谁？我也想知道他是谁。但是来拍一个迪化街最长次数美食的呀。觉得这难度很高。因为它那边都是固定的一种东西，大概十公尺就会有一个长板，我已经看到这家有七八家了，有这么夸张？真的很浮夸，然后每一家都长得超像，但是那不是我刚刚才看过的。嗯，绵密。是哆啦 A 梦的那个铜锣烧吗？对啊。哦，嗯，很好吃，但是不腻，很 Q 哎，你看，它里面弄了那种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很好吃，嗯，我不爱吃红豆，我就觉得很好吃，惊艳到我了，吃两件，但草莓豆腐卖完了，好可惜。我想吃草莓。哎，他没有在排嘞。你要排吗？我吃饱了。草莓大福。我已经吃饱了。聊天已经开心了。开心。有好多好吃的东西。最喜欢逛老街了。但好多人。不知道李多惠怎么办到的？因为李多惠是贱民。啦啦队的贱民。我也是。你也是正妹，你也是啊，你好正，你好像李多惠啊，气场多，你是卢多惠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